的心情。他的定价。打什么手？那个多种片子，飞机啊！哦 ，OTD， 这个是 Douglas 买的，怎么念？应该是 Paragraph 对。然后里面搭了一件 Uniqlo 的高领，看起来蛮像卫生衣的，对。然后裤子的话是昨天去 Nike 买的棉裤，我人生第一次买棉裤，对。大不了就是这样，非常的暖和。我没有去给人家化妆，所以今天就有点惨，皮肤有点干，然后跟起一点东西。有，来看个 Blackpink。Jenny， 有。我们来等斯达巴克斯 Starbucks。我的是圣诞啊，我以为它会有什么圣诞衣服，就是正常的。还没。这是什么？太妃和果蛋挞。这个是在 Pinko 上面买的小树。主要是吃电池的，很可爱，很有圣诞节的感觉。因为等一下要跟朋友喝酒，所以先要来做一下事情。对。刚才录过了。进入无业游民的人生啊！会烫到喉咙的那种。对，我吃薯条一定要烫，薯条不烫就不要吃了。你吃重音汉堡。他就在我事务所旁边，我有天就直接跟老板说。那生生烧肉也在你事务所旁边，可以叫。已经预约到明年了。你在录影吗？吓我一跳、欸！哎，不要那么色情。那是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他说他家过敏了。我觉得取得很好，还是感觉在无业游民。无业游民，游游民啊。这件我觉得是我买过最贵的衣服多少钱？2000块。哦，不用了。人和金南姐不是个暧昧说法，也是不禁让网友联想。难道这已经是演艺圈的公开秘密？我们的小编也不知道是小河的。好漂亮！你像吗？羽毛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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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、yeah, 谢谢你，不会，可以的，明年身体都会平平安安的，什么长辈想做的事都可以顺顺利利的，请不要第三个愿望偷许愿。很像切面也超赞，是水果戚风。一休咖啡店。不敬业的猫，按摩机器。
你都不会相信，你已经被赶出屋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收回。睡觉，好舒服哦。天色暗了，我们现在来吃三彩蒜，其他我都吃到饱了。你要什么？我比辣椒，还有照烧鸡，哎，敢吃鸡翅哦，哦，不要鸡翅，照烧鸡腿还是鸡腿？哦，鸡腿好，好可爱。还是某一个人的装备。哦，装备，好，聊。刀，要煮吗？他这样怎么煮？感觉很帅。好，你要加油。这样怎么煮啊？这点要怎么开始？感觉超难。是吗？这完全没有什么起点可言呢。不是，它牛肉是。等下去。看不出来是他小三瓶酒，超赞的。一箱早安啊！大家不是喜欢专买酒，而是买酒、水果酒跟这瓶。星光酒，今天穿的是优衣库我买的那个泡芙秀上衣，很软很舒服，很适合当睡衣，但是就有点像卫生衣啊，然后它特别吸汗，所以如果你流汗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臭。然后裤子是在 Dugus 买的宽裤。我现在来吃早午餐、中餐。这是 AW 的沙司跟解力汉堡。我发现它过期了，但也快喝完了。要回台南的一休，回家，对吧，猫咪？嗯、你干嘛？你好小气哦。